大家上午好。这个山东来了两个粉丝，愿意挑选这个柯基犬还有边牧犬。这不是开车去了吗？走，我们带他一起去看一看，去挑一挑。现在正在开车去市场，看看能不能帮他选中。现在我们到那个宠物市场了，这是两个是山东的粉丝，走，带他俩去挑一下。这边有两条边牧啊，黑白的边牧，就是不通大围脖。哦，就通了，就是有一个点，有个点点，小时候有个点。卖多少钱啊？1500，这个1500，这个2000。啊，这个1500，这个2000啊。都是两人一苗。还那么便宜啊？不能了，最低价。不能了，最低价。他坐车憋的，没事，喝点水。微小天使萨摩样啊，非常漂亮，这个头版熊版的，要价多少啊？1500。要价1500的啊，放下吧。这边还有三只啊，同款还有三只，有需要萨摩耶的哈，可以联系我。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，要价是1500，还能便宜啊，诚心想要还能便宜。这边还有两只新版的金毛，这胖的眼睛都睁不开了，多少钱啊？啊？多少钱啊？要一个，要俩。两个要万多少钱啊？两个要万。啊。我都卖那个了，两个你看着给多少钱？别我看的。九百卖的。都是九百卖的一个。都是九百卖的一个，还剩那两个，两个你给咱钱行吗？我这你真想卖吗？看看。两个你给一个够钱。欢迎加入，欢迎加入。我等一下，然后我卖完了你行吧？这个我得看一看，我看看我的客户能不能相中。看，看我这样子吗？看一看，两个给你出去。先看一看，先看一看，先放下吧，先看一看。两个狗给一个狗钱，我都买。两个狗给一个狗的钱，本来说的一个狗900，现在就剩这两只了，然后两只900。